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郭铁人，大家会想起的是啊，他是杨怡展的经纪人，但其实身为经纪人的他还存有目前明星梦，他的演艺路起起伏伏，日前也接下三立新电视剧的演出工作，积极努力付出，也透露麻辣鲜师电影班也正在筹备中，只是目前剧本尚未完整，仅拍摄前端宣传片而已，演员群也尚未定案。郭铁人担任金门旅游代言人，经纪人提供。郭铁人经穿起军服，接下金门旅游的代言人。谈起爸爸也是一个老兵，以前总说老兵过往，郭铁人笑说根本没共鸣，刚好今天接下活动，终于学以致用了。郭铁人虽积极付出，但还是继续担任杨一展的经纪人，笑谈毕竟演艺圈不稳定，经历过没有工作的日子，他现在希望多学习各种知识，除了把握演出及代言机会，也想学习如何当个好经纪人。郭铁人担任金门旅游代言人，经纪人提供。